純即使我哋飲嘅酒啦，我哋飲嘅酒係越純啦。OK， 咁啊官能基自己填翻啦，有個碳，能 O 能 H 啦，呢個叫純類啦，可以嘛？跟住啦，個通識係乜嘢啊？嗱，咁好容易諗嘅啫。你見到個純咧，嚟呢個我哋係單鍵，呢個係烷啦。記唔記得烷嘅通識係乜嘢啊？CNH 乜嘢 ？EN 梗唔係啦，上面 N 個，下面 N 個，頭尾咧 EN 加二。咁其實純咧，只不過係其中一個位黐咗 O 落去啫嘛。咁呢個 OH 咪變咗純咯。咁所以佢個通式就係 CNH EN 加二 O 一咯。可以嘛？啊，個純就係有個 OH 基團黐落去。咁 OH 基團咪就咁求其邊個興都好加個 O， 咪有 OH 咯。咁呢個就係純咯。OK， 咁有啲書咧中意扮勁嘅，就寫 CNH 嘟嘟 OH。咁呢個點寫啊 ？EN 幾多啊？加一啦，因為其中一個興咧就擠咗個隔離，變咗純嗰個 OH 個樣好睇啲啫嘛。所以兩個都得。CNH EN 加二 O 一或者 CNH EN 加一 OH。都是純的通識 ，OK。跟住啦，一般純咧，越純就是酒精啦，填翻啦。越純是酒精。咁其他的純全部都有毒的，可以嘛？咁純可唔可以導電噶？嚟呢個越純，咁呢個分子隔離都是分子嚟噶嘛？分子分子之間未分子分子啲咁啊，冇自由電子啦。啊，通電有兩樣嘢可以通電噶嘛，其實三樣嘅。我温書，自由電子第一、第二，氯化鈉溶喺水嗰啲叫鉛，海油動離子。第三，石物可以通電嗰啲叫做離域電子，即係通常呢三樣可以通電，其他全部都唔可以噶嘛。OK， 咁所以不可導電啦，填翻啦，三樣嘢都冇噶嘛。水呢 H 正 OH 負濃度 1.0 乘10的負7次方，咁少到咁少呢就通唔到電㗎啦。水係分子，一般都當通唔到電㗎嘛。我哋講嗰啲係低壓電，你又要講呢啲，係講呢啲電㗎嘛，唔係講電插蘇嗰啲電㗎嘛。啱啱話手心唔好撳電掣，因為嗰啲係220V 啊嘛，我哋講緊低電壓嗰啲啊。水通唔到電，越純都通唔到電啦，酒精。OK， 好，講開講。你打邊爐嗰陣時候，你咪有個爐仔嘅，下面有個燃料嘅，嗰、那個燃料就係純嚟嘅，固體純。嗰、那個純大概廿零個碳啦，即係你嗰個打邊爐嗰嚿嘢啊，可以嘛？你見到個火咧燒出嚟藍藍地色噶，因為純啊。咁佢另外你當佢二十啦 ，C 二十 ，H 幾多啊？四十一喎。咁呢嚿嘢燒嗰陣時候，佢有碳燒出嚟咪二氧化碳，有氫燒出嚟水，跟住有 O 咪助燃咯。就係你打邊爐啊，下面嗰、那個嗰嚿嘢細細嚿嗰嚿固體嘅純碳素木大咪固體咯。邊爐打邊爐嘅你去出面唔係酒樓啊，大家樂大快活嗰啲啊，有嚿細細嚿嘢啫嘛，邊有邊打邊爐邊有 gas 爐啫？大家樂大快活你啲唔去嘅。其實畫過㗎啦，之前學過曬㗎啦，温書。CCH 搞 OH， 使唔使示範啊？好啊，最長條鏈四個碳 ，OH 可以擺邊啊？擺碳一，咁繼續諗咯喎。啊，跟住啦，最長條鏈三個碳一個支鏈 ，OH 可以擺邊啊？跟住俾名，第一個。最長條鏈四個碳，丁一純啦，你自己畫下啦。總共有四個。唔記得曬。唔係喎，佢真係唔記得曬喎，要畫翻啲輕喎。你點樣 ？OK， 最長條鏈四個碳，黐喺碳一丁一純，黐喺碳二丁二純，啱嗎？可以啊，喂，畫翻啲輕啊，兩個，你有四隻手噶嘛？自己畫翻啦。跟住最長條鏈三個碳。一個支鏈 ，OH 擺碳一，所以丙一
喂，丙一順小朋友，哎呦，丙二順，OK 啊，講多次，最長點四個碳，次碳一碳二啦 ，OH 再黐呢個位咧就重複啦，係咪？你叫丁三順，其實同丁二順一樣嘅。如果再黐呢個位咧，就同上面重複咯。跟住最長條鏈三個碳，支鏈擺呢度，個純可以擺碳一、碳二、碳三，碳三同碳一就重複啦，可以嘛？寫翻啲輕俾佢，每一個。OK， 咁我哋用個稀啦，之前都學過噶啦，嚟月稀。咁我哋加水嗱，加水冇反應噶，一個油性一個水性冇反應，一定要加啲催化劑。咁催化劑通常咩咧？就係啲酸，強酸 ，HCl 啊嗰類。OK， 強酸得嘛？跟住開啊！我哋上次講希文成日講開啊嘅，咁啊變咗純咯，可以嘛？加熱。OK， 下邊試下寫方程啊，月稀、丙稀。OK， 第一題月稀。CH2 加水，咁我催化劑係酸。考試可以唔寫個酸嘅，不過寫埋啦。跟住開啊，變咗單鍵，打開雙鍵，噔，搞掂。OK 啊，好嚟咯。甲丙烯，咁最長條鏈三個碳，有個雙鍵，一個雙鍵啊。如果兩個雙鍵，丙二烯啊嘛，砌翻啲輕輕落去啦。跟住加水開啊！嗱，當你打開雙鍵嗰陣時咧，佢可以嘟嘟，佢喺 H 黐左邊 ，O H 黐右邊，或者 H 黐右邊 ，O H 黐左邊噶嘛？有咩影響？可以嘛？唔係影響。你應該問咁邊個出最多？出邊個或者係咪兩個都出，或者兩個都出就邊個出最多 ？OK。咁我前啲有講噶啦，上面呢個係出多啲嘅，下面呢個少啲噶啦，有得解嘅，遲啲先解啊。咁考試嗰時候，一般我哋淨係寫上面嗰個得噶啦。下面嗰個都唔得。少嗰個可以唔使寫嘅。我條車中間出多啲嘅。就話逢親呢啲加成反應咧 ，H 會黐喺多 H 嗰邊。講多次，逢親呢啲加成反應啊，開啊！咁呢度兩個輕，呢度一個輕啊嘛，係嘛？咁而家你黐個水係 HOH， 咁 H 會黐喺多 H 嗰邊咯，即係黐喺呢邊咯。咁呢個係規則嚟嘅啫，其實都冇解釋到嘅，遲啲有機會再慢慢解啊，有得解嘅。H 黐喺多 H 嗰邊。嗱，咁呢個反應有個名㗎，記唔記得叫咩名啊？有催化劑加啲水喎，青青。呢個反應叫咩名啊？吹水作用啊嘛。forget， 自己簡單低。催化水合作用，吹水作用。OK，next。嗱，第一個方法整係吹水作用啦。咁第二個方法整咧，過千年歷史都有噶啦，人類就係發酵。哇！讀生物啲同學。又可以扮勁咯！發酵需要乜嘢噶？糖啊，仲有咧水啊，你點都加啲水噶。我整酒精一滴水都冇，發唔到酵噶。仲有最緊要係酵母菌，一隻微生物啦，可以嘛？咁我哋通常用咩整咧？用米啦，用米發酵咪米酒咯，用麥發酵。阿麥好似又再分大麥小麥噶。大麥粥。咁我都唔知道有咩分別啊！大粒啲細粒啲啩？喂，大麥出咗嚟咩酒啊？係咩？咁小麥咧？有分別嘅，咁有咩分別啫？大麥啤酒、小麥啤酒。係咩？邊個好飲啲啊？好飲我知。咁蘋果嗰啲咪蘋果酒咯。OK， 薯仔都可以嘅喎，葡萄咪紅酒咯，梨都可以嘅喎。薯仔整到整到啊！不過人哋唔整啫嘛，米都可以啊。因為入面的澱粉質會一路分解水解，
會出咗單糖，啲單糖就可以發酵就出酒精咯。啊，可以嘛？咁發酵過程發生咩事呢？自己寫翻啦。要酵母啦，酵母係催化劑啊，催化劑嘅，我哋化學角度當催化劑。咁點解？因為反應前係酵母，反應後都係酵母，個糖變咗酒精，個酵母係有參與反應，但係最後不變都係酵母，化學性質不變。如果問你催化劑嘅定義咧，就是、一個化學品，佢加快反應啦。另外佢化學反應前係寫乜鬼？好嚟咯喎！嗱，例如我哋呢度發酵有葡糖、有水、有酵母，咁一般會喺一個密封環境之下，即係會塞住嘅。你見人哋釀酒都係噶，個酒程加咗啲好靚嘅水啦，硬係有咩上面個山流落嚟嗰啲泉水咁又發酵得好啲咩？日本嗰啲酒咧，硬係貴嗰啲咪咁咯，即係講到啲水鬼死咁清啊，鬼死咁罕有啊，跟住嗰啲糖又大家都係嗰啲糖嘅啫，講真可以嘛？咁酵母加啲酵母菌落去啦，跟住要密封冚蓋噶嘛 ，OK？ 咁點解要密封呢？原因咧，成個過程咧其實係酵母菌嘅缺氧呼吸，如果生物會咁講嘅。嗱，我哋人類咧，我哋將葡萄糖咧喺細胞入邊咧氧化咧就出 CO2 同水啦。哇！我背咗，全部都係氯嚟嘅，我記得。咁呢個就係需要氧氣嘅呼吸作用，可以嘛？咁細菌咧，佢又將葡萄糖直接唔需要氧氣就轉做酒精。另外出乜嘢啊？呼吸狀喎，二氧化碳咯。有冇水啊？平衡完就知道有冇水噶啦。OK， 快數一下自己平衡一、二、二啊，快啊。OK 啊，呢個叫一，哇好深。咁我輕有六個，呢邊輕有十二個，係啦，咁出兩份啦。OK， 喂真係好深喎、啊。呢度有六個 C， 呢度。四個 C， 咁即係後面出兩個 CO2 啦。咁個 O 咧六個啱啊，可以嘛？咁由條方程分到咩叫做有氧呼吸，咩叫缺氧呼吸啊？上面咪有氧氣，咪將葡萄糖分解變咗二氧化碳水，下面就冇氧氣咯。即係發酵係缺氧呼吸，但我哋化學唔使學到咁深嘅啊。OK 啊，咁其實成日講呼吸咧，其實最重要咧，成個反應咧，兩個反應 delta 全都係大過零細過零啊。delta 全即係反應含變，放熱定吸熱啊？放熱噶嘛，兩個反應都係，唔係你無端端整啲二氧化碳水嚟做乜鬼啫？就係、是、俾身體放能量俾身體用噶嘛，主要係咁樣用噶嘛，唔係你分解發做呢個反應做乜鬼啫？可以嘛？咁細菌就可以唔需要氧氣，可以直接將糖分分解咯。嗰啲叫咩厭氧細菌啊嘛？有啲細菌又中意氧氣，又唔同機制噶嘛？嗰啲又係 biochem 嚟嘅，可以嘛？OK， 咁我哋既然呢度出二氧化碳咧，咁所以如果我哋試，咪用石灰水去試咯。啊，無色變乳白色啊，石灰水試 CO2 啦，唔使寫咁多中文字啦，寫英文化學符得啦。氣體是 CO2， 液體是石灰水，可以嗎？好 ，next， 發酵咧個濃度咧大概咧酒精咧去到 18% 嘅啫，即係呢支酒精啊，係儀器鋪買翻嚟可以去到 98%。咁我哋用咩工業酒精？我哋通常用吹水作用整嘅，頭先啱啱講嗰個可以去到90%嘅，可以嗎？咁發酵話去到 18% 點解啊？生物同學？有冇教啊？其實酒精咧係可以殺菌噶嘛。咁酵母自己本身咧就細菌嚟噶嘛。酒精殺菌嗰個原理知唔知係點殺噶？嗱，我殺人，我揾把刀捅你。咁酒精唔會揾把刀捅只細菌噶嘛。吸水。吸水。吸走啲水。其中一個方法，但係最勁嘅方法就係溶咗佢嘅細胞膜。
等佢入邊逼啲汁出嚟，即係醬爆魚蛋咁咧。呢個係細菌，出邊係酒精，一爆啲汁逼曬出嚟，一漏汁汁咁啊死咯粒細菌，啪咁咯。因為酒精係一個萬能溶劑啊嘛，咪溶咗啲蛋白質咯，破壞佢啲蛋白質溶鬼咗佢，咁啊跟住就爆咁啊穿，擠啲曬啲細胞汁出嚟，可以嘛？啊，咁所以答翻啦，酵母自己本身都係細菌嚟噶，高過18% 酒精會殺死酵母啦，18% 以上乙醇殺死酵母，寫翻啦。點樣將18% 嘅酒精攞出嚟？嗱，我呢個畫誇張咗㗎，呢笪唔係固體嚟㗎，酒精同水撈得埋㗎嘛。咁我哋教過㗎啦，水100度滾啦，酒精幾多度啊？記唔記得？沸點係78啦，咁所以兩個唔同沸點撈埋一齊可以用分撈，分液漏斗係兩層撈唔埋，水同酒精撈得埋。你飲酒唔係分開兩層㗎嘛？啲啤酒分流 ，OK， 寫翻分流。不是分液漏斗分啊，酒精78度，水100度滾，所以酒精是先出嚟的，我哋加熱到78度，打完個 T 字，跟住上面塞乜嘢啊？温度計，好長的分流柱入邊啲玻璃珠，下面有鐵絲網頂住，個兜兜，跟住冷凝管。考試話呢個圖2分至3分啊。OK， 防崩肺小粒，搞掂啦，俾翻啲名，冷凝器、分流柱、加熱、温度計，通常寫呢幾個名得噶，可以嘛？入水出水，喂，考試唔好連呢啲簡單嘢都冇曬啊！啲最基本呢啲嘢，冷凝器、温度計。咁同我筆記嘅圖好類似啦，筆記嘅圖都畫複雜咗少少噶啦，已經打最簡單呢啲，即係呢啲咁嘅圈位唔使畫噶啦，冷氣型嗰啲圈位。OK， 唔係加濃硫酸，如果攞100% 酒精，你加濃硫酸，濃硫酸係吸咗水，但係最後濃硫酸又要同佢分開，咁點分開咧？又同埋濃硫酸同個純有反應嘅，有機會出其他嘢。有咩方法？方法。嗯，水果咩嚟嘅？防潮珠嗰啲啊？防潮珠係固體嚟噶嘛？我固體加咗落去之後，加落95% 酒精之後吸咗啲水，固體跟住同液體點樣分開啊？分流咯，過濾咯，分流黐線，過濾咪得咯。咁濾出嚟嘅酒精咪100% 咯，吸曬水啦嘛。就係咁簡單。係啊，唔好諗咁複雜，寫低。嗱，如果攞100% 酒精，你最後做嘅嘢就係加乾燥劑，通常係無水氯化鈣或者我哋叫直膠呢只 silica gel， silica gel 直膠。跟住吸完水之後過濾，可以嘛？QH 會吸水，但係佢溶喺水噶，跟住同個酒精撈埋一齊，你又點分開？分開擺，冇得分開擺噶啦。